今天来鹿特丹唐人街品尝一下这个乌鲁木齐土豆鸡块面。哇，这面好，嗯，湖南面是，就是特别有韧性。哇，它那个孜然味，这个酱来的太辣，我去，那他英语应该也挺好的。英语是 native speaker 的级别。对，那些题做的就很顺，对，很顺滑。所以我为什么推荐他做我的 references？ 因为他把我的包放下来，给我，或者在那边拉再拉一个凳子，放你的包也一起。
了。